而且这边校友会要改选的时候，一定能用校长室在做联络的所在，发想要来影响这个校友会的选举。我感觉讲一个行政首长，你今仔是学校的校长，实在无应该去介入已经毕业的校友的这个组织的选举。啊，这完全是配合董事会去做一番代志。所以呢，我真侪校友呢对伊真失望。本来大家拢期待讲，伊做一个合格，至少佫有一个基本的良心和原则，但是呢，对这个两年来的这个校友会受到董事会安尼想要控制啊破坏，啊你来干扰这个校友会选举呢，我想各位校友大家拢看伫心内真清楚啦吼，到底这个学校是安怎即马伫这个伊人伊排名一直倒退，那个已经是变后段班啦吼。这拢互各位校友真伤心的代志。啊，做校长的人应该是欢迎所有校友倒来到帮忙学校贡献学校，唔是去破坏校友会、阻挡校友会，啊，甚至想要控制校友会。大学的这个校友会，这两天啊，搁为着这个改选的代志吼，和所有各位校友，感觉真困难。其实呢，即摆这个校友会问题，就是完全背后是这个董事会和现任的校长吼，庄玉志，要控制校友会，因为因发现讲过去几年来吼，各位校友会。对董事会真侪违规乱做、违法的代志吼，拢不时有真侪批评，甚至高一校友会去甲这个监察院顶上、甲教育部顶上吼，教育部啦、监察院嘛，拢发现讲，这高一担当这个董事会吼，确实犯足侪错误，所以后纠正吼，后要求这个担当的董事会吼。爱改改吼，比如讲学校的创办人是杜聪明，当时会想要把改做陈启川，甲高一的这个附设病院改名做中和纪念病院，其实陈中和也毋是创办人，也毋是捐款的人，所以教育部拢发现讲，这当时会是唔对，无应该安尼做，要求当时会来改正，监察院呢嘛纠正教育部讲。这个董事会改选的过程有董事违法，无这个资格，嘛选做董事，所以高一的董事会对这个校友会就真无爽快，感觉讲校友安尼拢对学校吼，其实校友是疼惜学校，维护这个真理，希望董事会吼，卖做别出代志，所以伫去年这个校友会改选的时候呢。其实本来已经卸任的这个刘景宽校长哈，伫校友会支持之下，东山校友会理事长，啊个新的李干事嘛拢产生啊。但是迄阵呢，董事会所支持的有一挂校友，总体个内政部检举讲，校友会出席的人数无过半，其实吼。全台湾的这个校友会、同乡会，真侪这种的选举哦，从来唔捌咧讲清点人数要过半。就讲高一的校友是几落万人啦，你若要用过半出席，到底是要安怎开会？哦，啊，若呆呆咧，我看校友几落十万人，是要安怎开校友会？所以根本这是无理取闹啦。但是呢，内政部就按照这个会议规则讲，安尼，恁高一的校友会到底是偌济人有交钱、有选举权？吼、哦，到尾安尼就是讲安尼确实无到半数的人出席，所以总讲迄个改选呢无效。但是无效，本来应该落台任期到的这个校友会理事长呢，蓝理事长吼，
应该伊任期已经到啊，但是伊就唔爱交接，伊就讲伊阁继续是理事长。不过伊每一遍开李干事会拢无到半席出席，所以呢，一年来规个校友会从瘫痪、失去功能就对了。啊，这拄啊当时会上欢喜的代志，当时会就希望讲这个校友会从无功能，啊，未阁甲伊批评，未甲伊监督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咧，伫我看起来吼，这蓝理事长吼。其实是已经去予董事会吼，甲收编去啊。扮演这个角色，就是讲，予这个校友会永远都袂当运作啦，永远都改选袂成啦。啊，即摆阁一年过啊吼，校庆阁要到啊，所以一挂校友要阁转来，啊，这个蓝理事长就讲，安尼要阁来定选李干事啊。啊，我是认为呐，照正常要阁清点人数，都阁无够啊啦，所以这个。校友会吼，其实已经是失去伊个存在价值啦。不过我想好是这个哪里事长吼，伊是啥物安心吼？我看是含阮过去，有一个校友会理事长吼，苏龙嘛，伊过去做校友会时，伊嘛是认为当时会做些代志无应该去批评，但是后来当时会我讲，你干脆来做当时，我就甲收编啊。啊，收编了就去做当初，哦，伊就开始反对校友会，吼，一直讲这个校友会的这个歹话，吼，所以我感觉，这个蓝理事长吼，大概是步着这个苏龙茂的这个后尘，吼，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真见笑的代志，啊，不过不管哪，我伫遮是要奉劝现任的这个校长钟玉志，吼。钟义志校长，伊是高一的校友，伊捌去交通大学做教授。其实伊即边要转来做高一的校长的时候呢，就是内定。当时我迄阵就无经过公开的遴选，内定伊，啊甚至拜托交大的校长来做这个评选委员会的主委。到尾啊呢，去互教育部给纠正了，佮定选过。啊，毋过定选同款啦，因为当时会早就是要互伊做。啊，其实真侪校友拢感觉讲，你若是一个学者，应该要有一个骨气，有一个风格，吼、哦，维持一个学者的良心。结果钟玉志做校长了，我发现讲吼，伊、甲本来刘景宽校长任内通过校务会议的决定，甲这个客船大楼改名做自由大楼。啊，这个自由大楼都是拜托李登辉前总统提议的，因为高一都在自由路顶管吼，这个负责平，所以这个大楼合作自由大楼其实是真有意思。一方面嘛是代表讲校园自由的学风，这是一个大学足重要的一个宝贵的精神。啊，迄、那个自由大楼其实是高一的学生、教职员大家投票产生出来。结果钟玉志做好定了，伊就是要接受当时会的这个压力，然后把自由大楼都搬落来，都改做客船大楼，都调过去啊。所以这看会出来讲，这好定其实就是向当时会这个输层的，简单讲就是做当时会的这个拍手同款哈，开始压制这个校友会，所以。校友会要伫校办活动啦，要出借场地，伊拢无啊。而且即边校友会要阁改选的时呢，伊竟然用校长室伫做联络的所在，发动后来的这个校友吼，做人头的这个校友都爱去投票安尼吼，想要来影响这个校友会的选举。我感觉讲一个行政首长，你今仔是学校的校长，实在无应该去介入。已经毕业的校友的这个组织的选举，这完全是配合董事会去做一番代志，所以呢，有真侪校友呢对伊真失望。本来大家拢期待讲，伊做一个学者，至少佫有一个基本的良心和原则，但是呢，对这个两年来的这个校友会受到董事会安尼想要控制啊破坏，你来干扰这个校友会选举呢，我想各位校友大家拢看伫。心内真清楚啦，吼，到底这个学校是安怎？即马伫这个伊人伊排名一直倒退，那个已经是变后段班啦，吼，这拢互各位校友真伤心的代志。
一间大学要好，董事会当然真要紧。董事会应该对我积极去募款来支持校的发展。啊，做校长的人应该是欢迎所有校友倒来到帮忙学校贡献学校，唔是去破坏校友会、阻挡校友会，啊，甚至想要控制校友会。安尼的时呢，我想真侪足优秀的高一校友，伫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大家伫家己的工作、家己的即个职务顶端，拢有真优秀的表现的高一校友是真侪。但是大家对学校这款的发展，除了忧心以外呢，感觉讲要甲学校回馈也无路通行啦吼。所以这是高一目前真大一个悲哀。我是感觉起来，若是安尼，应该是全球性的高一校友，另外组织一个世界性的高一校友会，啊，真正热心要帮忙学校，还是讲会当替学校争取搁较好的名声的校友，大家团结起来。啊，无需要吼，伫个校内吼，用校长啊、董事会要控制的这个校友会，啊，大家咧啊配合这个董事会咧做这个规避。这个学术用心的代志，甚至违背历史的真相的代志，高一的董事会到今仔日，还佫利用因的关系，伫影响高雄市政府，伫这个的历史高雄的历史的展览顶块，还佫咧宣传讲，陈溪川捐土地，陈家捐土地，来建设高一，这拢是欺骗社会的代志。事实上，陈家不但无捐土地，也无摕到半角银出来建设高一。这拢是已经互查甲真清楚，历史的事实不是用安尼欺骗，就当永远要欺骗这个社会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陈家的董事会也是真正有良心，已经控制这个学校超过60年了。董事会应该伫这个时阵爱开放透明，互社会上真侪会当贡献互高一的人，入来做董事。董事长也袂当讲，阿公做了，囝做，囝做了，孙做，永远就是家家族化，变做干那少数人，啊，伫控制一个董事会，这对高一拢是好的发展的一个代志。所以今日呢，因为看到校友会，也佫到即马呢，非常的袂当健康正常的发展，所以伫遮安尼简单讲几句，希望真正。为着高一好个人，大家拢会当搁较望家己个良心，看变安怎帮忙啊！即、這个好友会会当建设个发展，多谢。